大家，今天是 Vlog。我有一件作品在新竹展览，今天要去开幕茶会。抵达新竹，在这个建筑的一楼，新竹县竹北市庄敬七街66号。 吴卓文创跟狮子艺术联展，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开幕茶会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画展的开幕茶会呢？时常看画展的朋友一定不陌生，没有参加过的朋友，今天就来看看画展的开幕茶会在做什么吧。里面空间很漂亮，是新装。一进来一楼有很多前辈的作品。 接着开场是意大利歌剧演唱的表演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赖燕城先生的演出。有3首，因为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就录了2首，嘿嘿。开场表演完就是贵宾致死的部分，这部分我今天跳过。我的作品在2楼，来看看我的孩子们。左边这件油画是白鹭，右边这件水彩是和一场旁的山林。 还有旁边的展间，有一件水彩作品《小草》，一件油画作品《冬鸟》。今天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下午，歌剧演唱也很棒。这个展览还会展一阵子，大家有空可以来。如果你是喜欢咖啡的朋友，更不能错过，可以体验用玻璃咖啡滤杯手冲咖啡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我。如果想看更多作品，可以追踪我的 IG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